来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到立法院报告11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包括这个两岸，包括萨马金的美国猪，拢是立委质询的焦点。另外，针对咱国的渔船、甲日本公务船，伫钓鱼台附近的海域烧鱼烧浪，苏贞昌讲绝对无容允这个渔民合法的权利受到侵害。立法院调查气氛真好，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会使顺利上台报告。期盼各位委员支持，早日通过总预算案。拜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比今年一年增加4%，编列2,615亿元，公布上济编3,668亿，成长156亿，用来增加军事武器装备、无兵制人力等等经费。要特别预算有291亿元要买新的战斗机，严格国民党的立委提出质疑。国家安全靠很多种方法，那当然不是只有靠买武器。最希望美国帮助台湾什么？我告诉院长，53.7%是希望美国帮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哦。讲到国防主权的议题，宜兰县所有一批船新宁波236号，甲日本公务船伫钓鱼台附近的海域烧鱼，到底是什么人钓，什么人唔钓？责成海巡署渔业署整个了解，我们不容渔民合法权利遭受侵害阻碍。今日甲日本抗议，苏贞昌真不理由，伊讲都要好好了解了后，才做判断。